李晨、景甜、霍思燕、杜江、韩东君、王阳明，这么多明星大腕齐聚一堂，你们一定好奇这是什么颁奖盛典吧？其实小编今天来到的是某品牌私人调配系列香水天展活动，高跟鞋、超短款上衣露出平坦的小腹，今天这是要自证清白，打破网传怀孕的谣言吗？哎，并没有，我刚刚特别饿，我在后面一直等嘛，然后那饿得不行了，然后就买了好多什么意大利面、披萨、三明治，吃了一堆，然后上台前那个工作人员说，一会儿拍照你赶紧把肚子收回去，因为今天这个衣服确实有点露肚子，不好意思。此前景甜曾在微博晒出自己的体重50.8公斤，眼妆实验室让吃瓜群众意外。今天亲眼看到景甜，小编我严重怀疑景甜家的秤有问题，因为怎么看都不像体重过百的人呢。其实我拍长城那会儿是。拍长城之前不是在美国训练了半年吗？那段时间他们让我增肥，所以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有108斤了。那可能在这两年当中是努力要把这8斤减掉，然后减掉之后呢，就一直没有下过100。那最近可能吃的又好了点儿，就是这体重还是在不停的往上涨。这应该是幸福肥吧？不过这真是看不出来呢。说到体重，大汉牛李晨似乎瘦了呢。不过咱们的李晨绝对是宠弟狂魔，近日前在微博上为女友范冰冰的弟弟打 call 后，今天李晨又为范丞丞卖力吆喝了。采访中他大赞范丞丞优秀，丞丞还年轻嘛，然后到现在还没过18岁的生日，我觉得丞丞现在的表现还真的都挺好的，不管是在我想练习生的节目里，还是在参加我们这个跑男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作为哥哥就应该为他加油，给他鼓劲儿，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。如今刚出道的范丞丞参加综艺活动通告不断，代言更是接到手软，想必准姐夫李晨也出了不少力吧。我觉得丞丞自己其实在这个事情上一直都是自己在打拼和努力，因为其实从参加节目我们都跟他很难有联系，因为这个节目是封闭式。也想有李晨这样好姐夫的小记者，北京报道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